要成为贵妇的路有点辛苦。这样，推出去这样。OK， 谢谢明明。明明，大家快点追踪我的 IG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吴。六成员，我的恶魔，恶魔，冰封极限挑战。看到这个场景，就是我们每次只要拍室内的挑战的话，都就会记得充满不好的回忆，各种羞耻。那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是蜜蜂装，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会有他秀出来干嘛？因为我们今天的干爹非常的大有来头，是我们的娇兰。来来来。娇兰终于来了，大家都知道娇兰是一个伪贵妇品牌，应该说超贵，真的贵，它就是贵妇高贵的品牌。这个前阵子超爆红 ，IG 的大洗版。前阵子我收到了，他说没有给我买，没有跟你讲，老板要买给你们。不是，谢谢。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品，是这个东西礼盒吗？有一个黄金礼盒，第一名就可以把它带走。Oh my god！ 有金卡，写卡片给第一名，烫金的。里面这个好不好？这个黄金三角的部分。看到没有，它都是明星商品。个人小吴最喜欢就是这个油，平衡油，平衡油超屌，超有名，想要专柜美容油之王，不夸张。走开，走开，我要这个谢谢相机的部分。走开，我跟你讲，关主跟我说明一下游戏规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关主珊珊，今天有三个关卡，三个个人计时赛，个人对三关全部闯完之后，时间最短那个人就是获得奖品。对 ，OK。关前面都有一个通关密语，拿起产品讲完通关密语之后呢，才可以开始进行活动。第一关呢叫推推蜂蜜杯，通关密语是蜂王乳神秘水，蜜露越拍越水水。好，买过来。推到那两条橘色线中间才是过关。要成为贵妇的路有点辛苦。这样推出去这样。OK， 谢谢明明。明明没关系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我点了吗？好了。为什么？好漂亮，亮票好。要，就是这样。哦、然后这个乒乓的，你就要一直。关主示范，关主示范。哎，好啦，我是第一位小蜜蜂，看我的肚子就知道，我今天一定是得冠军的哦。开始计时哦。好。蜂王乳神秘水，蜜露越拍越水水。我要帮你接，我要帮你接。我后面洒出来。一次成功。蜂王乳神秘水，蜜露越拍越水水。蜜露越拍越水水，大力人，大力推了，冲一波，冲一波！哎，压线不算。蜂王乳神秘水，蜜露越拍越水。啊！大力两个小时变脸。蜂王乳神秘水，蜜露越拍越水。哎，刚没注意到，被你。啊蜂王乳平衡油，小金瓶快救救我 ！Oh my god！ 完全不懂得过去。蜂王乳双精品，逆转年龄，我最行。好，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吧？杯咖的岸左畔，塞纳河畔河纳塞。很好，多少多少？2分23秒。看到没有？第一关还有1分多钟，你知道吗？我赌他们第二关会花很多时间。嗡嗡嗡。第二位选手是卡比，卡比，开始。蜂王乳神秘水，蜜露拍水水 ，Go！ 蜂王乳平衡油，小心瓶盖对着我。很响哎，高一点吧，高一点好了，对，太低了吧，太低了吧。脚还好吗？逆转年龄我不行。好，选修乒乓球热血球，小吴还
金。哎，金钩。我就行，大家快点追踪我的 IG。冠军会是谁呢？小吴的话是2分23秒，卡特的话3分36秒。Oh my god！ 悠悠的话1分57。一半呢？一半呢？郑源1分38。恭喜你成为第一届的娇兰，他皮肤溃烂多少？这个神秘水呢，先推给盛源，因为你知道保湿是第一步很重要。对，娇兰的这个很厉害，它的质地是这种，是这种很水的这一种。Oh my god！ 是贵妇的水，擦上去之后会变得很亮。第二步是我刚刚前面就有说到的，你最爱的，缺水补水，缺油补什么？补油，有水补脑补脑。里面有一颗的，看一下它这个，它这个油呢，可以加在你的日常保养品里面混着一起用，里面有一颗一颗咕噜咕噜的。不要想成为贵妇，就先入手一组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双岛精华，这个很强，它这个你知道一次就两个包在里面，非常的厉害。哎，双管齐下，两边是各是什么？一边是蜂王乳精华，一边是酸类，可以帮你导出那些废洞，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导出来那些废物，我很需要，这里面废物很多，就像这样，然后它就混在一起，它混在一起，双岛精华一次。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了，贵妇之路即将开始。开始啦，我们这些就可以了。你最后一名，你就继续。我不要。你缺的什么？你适合什么？需要再买。去试用。大家不要觉得年纪小就不用保养，就不需要。要从早做起。真的是，真的觉得要保养的时候，表示你来不及。美护啊啦，我们下回见喽。希望我们下回见，把今天的都准备怎么样呢？太灵了，下回见，拜拜。